这是一个杀人恶魔的诞生。在德州的一家屠宰场中，肥胖的女工在案板上切肉，突然感到腹痛。原来她怀孕了，可是羊水提前破了。她用全身的力气生下了一个畸形的孩子。 然后自己就没有反应了。过后不久，一位妇女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，突然听到婴儿在垃圾桶里面哭泣。原来是屠宰场刚出生的婴儿，于是把他带回了家，并将他命名为汤米。在新家长大的汤米，逐渐演化了一些怪异的癖好。脸部畸形的他喜欢在九岁时杀死动物，拔光他们的皮毛，血淋淋的敷在脸上。直到汤米长大后去了屠宰场上班，享受着杀戮带来的快感。但一九六九年七月，屠宰场倒闭，镇上的人都搬离了这里，但他还在这里孜孜不倦的工作。老板收拾好东。 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，汤米愤怒地喘着粗气。老板鄙夷汤米的话，不断刺激着他。下一秒，老板就被汤米用锤子打翻在地，直到他没有了呼吸。汤米拿起桌子上的电锯离开了。因为这起屠宰场的谋杀，镇上唯一的一名警长来到他家中逮捕汤米。汤米的叔叔查理开门了，他告诉警察汤米现在不在这里。警长把他带上车去协助调查。一路上，我们得知这个破地方，警长也打算下周搬离这里。开着开着，碰巧遇到了汤米。警长下车和他谈判，殊不知车上的查理偷偷,偷拿。 起警长遗留的喷子，下车一枪打死了警长。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举动感到不安，他将警长的装备带回家，换上警长的制服，向家人们宣告：从今天开始，自己就是镇上唯一的合法警长。他将守护着这片家族几代人生活的小镇，不允许任何人亵渎这片神圣的土地。画面一转，四个年轻人开车经过这里，即将踏上一条不归之路。哥哥艾里克刚从越南前线回来，刚和未婚妻克里斯团聚，得知弟弟迪恩要去前线，他准备陪弟弟一起再去战场。 但迪恩显然是不想去的，只想和自己女朋友贝利在一起。开车的路上，一对飞车党出现在车后，追上他们并不断挑衅。索性很快就觉得无聊，离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爱丽丝四人在一家商店面前停下来，店主正是汤米家的老妇人。摩托车队的人碰巧也在这里。女骑手说她特别不喜欢美女，看到这两个年轻的肉体显得十分不满。四人再次出发，迪恩准备在女友贝利的劝说下烧掉参军单，但被艾里克发现，兄弟俩发生了争执。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女骑手紧跟着他们的车。 手里拿着猎枪想要抢劫，艾里克拿出手枪准备主动出击，可光顾向后开枪，公路上的牛让他措手不及，车祸瞬间发生，克里斯被甩了出去，其他三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艾里克打算找人求助，但一出门就被女骑手用枪指着头。只是这一僵局被警察打破，女骑手见状只好收起猎枪，但查理一下车就直接开枪杀了他。三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。 这警察似乎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查理在一旁找到了被烧的参军卡，他立刻气急败坏，想问这是哪个孬种干的。艾里克谎称参军卡是他自己的，以保护弟弟迪恩。克里斯甩飞到附近的草地上，但艾里克的眼神让他不要轻举妄动。查理命令他们把女骑手的尸体抱在车上，然后把三个人带回了家。当警车离开时，克里斯来到车边，想找回手枪来救三个人，但警长叫的拖车已经到了，克里斯只能躲在车底，看着手枪被拖车人拿走，自己也跟着过去了。 回到老宅子的警长锁上了三个人，把迪恩和埃里克挂在钢柱上。这时，拖车也回到了这里。 拖车人卸车时没有发现克里斯。查理让汤米像屠宰场一样解剖他带回来的女尸，然后用水冲洗艾里克和迪恩。查理用保鲜膜套在艾里克的脸上，以懦夫之罪为由折磨他。迪恩看着哥哥就要窒息，大声承认我才是真正的迪恩。查理听了后开始折磨迪恩，他强迫迪恩做了二十个俯卧撑，并承诺完成后让他走，但过程中一直敲打他的下体。最后做完，他确实放人了，但是迪恩已经被打半死了。 哪儿也去不了。克里斯看到了这一切，但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弱，他不停的在路上求助，终于等到了和女骑手在一起的男骑手。听说女骑手被抓后，他答应帮忙。与此同时，艾里克想出了自救的方法，他不断的用惯性把木头挂在对面，最终成功的摆脱了手上的束缚。他很快去找迪恩试图隐藏，但迪恩此时行动不便。屋里的老妇人和一个胖女人悠闲的喝下午茶，而贝利就被绑在桌子下面。一块砖砸碎窗户，老妇人去找查理，而胖女人因为桌子卡住了，艾里克。 用刀威胁胖女人闭嘴。查理听到了，两人不得不把胖女人推到门口堵住她，然后根据贝利的记忆拿到拖车人放在这里的车钥匙，开始分开行动。被门堵住的查理只好叫汤米帮忙。贝利启动了拖车，他兴奋地驾驶着希望之车，但汤米一个钩子就将他拖了下来。艾里克和迪恩正准备聚在一起，也遇到了持枪的查理。艾里克挡在枪口。 让弟弟跑得快些。不幸的是，逃跑的迪恩踩上了猎兽夹。晚上，迪恩被夹在原地，但艾里克被查理交给了汤米，他被带下地下室，而贝利被绑在床上。结果可想而知。另一边，克里斯和男骑手找到了这里，但男骑手孤身持枪先去找同伴。他走进房间，对着拖车人开枪，开始逼迫他说出女骑手在哪里。 悄悄摸进房间的克里斯趁机赶紧找人，而查理也被男骑手绑架。他假装找女骑手，实则在叫汤米。汤米听到了呼唤，带着家伙上去了。而克里斯也刚好来到地下室，看着被折磨的男朋友，克里斯试图安慰他，并想方设法救出男友。楼上查理带着男骑手来到贝利身边，认出他根本不是他的朋友。但汤米出现在他身边，被汤米制服在地。查理抓住男骑手。 让汤米拿起电锯，直接拦腰截断。听到汤米要回来了，艾里克求克里斯赶紧躲起来，但这是两人之间最后的交流。艾里克在克里斯面前被锯死，这是一个新的人皮面具。躲在桌子下面的克里斯终于看到了恶魔面具下的样子。汤米把面具缝好，戴在脸上，照了照镜子。这时查理把他叫回楼上。两人离开后。 崩溃的克里斯爬了出来，跑到门口，却听到贝利的尖叫声。克里斯选择回去，面对外面的声音和朋友的呼救。楼上的老妇人照顾受伤的拖车人，查理叫来汤米帮助拖车人做手术。一句话下去，拖车人的半条腿就没了，感觉还不够整齐，就把另外一条好腿一起锯掉。克里斯在黑暗中目睹了一切，他还透过窗户看到了贝利的位置。他爬到贝利身边，放开他，但查理出现在身后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克里斯被绑在厨房里，迪恩也被拖了进来。被绑在椅子上的克里斯在。 挣扎，但贝利完全没有了感觉。汤米在查理和老妇人的鼓励下杀死了贝利，再次目睹了残酷的死亡过程。克里斯崩溃了，他看穿了这个畸形的家庭，不停地咒骂。克里斯被汤米带到了地下室，他在被暴走的混乱中拿走了一个锥子，刺伤汤米后，他从厨房跳窗逃跑。 汤米拿着电锯冲了出来，查理看到后为汤米感到骄傲。这时，迪恩在餐桌上醒来，第一眼就看见了死去的女友贝利，他哭着挣脱了绳子。查理进门时碰巧遇到了迪，他把查理的头砸在地上，疯狂的想要为亲友报仇。克里斯穿过树林跑进屠宰场，他在老板的尸体旁看见了车钥匙，但此时汤米已经追上了，克里斯只能拿起房子里的刀逃走。他躲在其中一个水库里，就在汤米即将找到他的时候，迪恩的到来引起了汤米的注意。克里斯站起来给汤米一把刀，但显然还。 不够致命，汤米把他拖出血池，准备用电锯从背后杀死他。迪恩给了汤米一斧头，然后去救克里斯。但汤米皮糙肉厚，显然没事。相反，他用电锯从背后杀了他。克里斯没有时间心痛和犹豫，转身跑了。他看到了老板的车，最后他找到了出口。在路上开车，他看到了前方的真警察，认为这下有救了。但汤米突然出现在后座上，电锯穿过座位开膛破肚，失控的车辆将站在车旁的两人撞死。 汤米从车里走出来，拿着电锯又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，汤米一家残忍的杀害了德克萨斯州三十三名无辜的人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残忍的杀戮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、最残酷、最不正常的罪行之一。汤米也获得了一个称号——德州电锯杀人狂。本片《德州电锯杀人狂》。 前传以创新视角展现了经典恐怖故事的前世，影片成功营造了扭曲的氛围和紧张的场景，让人倍感恐慌。导演对恐怖元素的处理精准而震撼，角色塑造出色，但部分情节显得俗套。尽管技术上令人赞叹，但故事深度和角色心理描写略显不足。总体而言，这部前传为经典系列注入了新生命，但在内容创新和故事深度上仍有提升的空间。